一个跟头能翻108千里。 现在的仙宫，这么火吗？全是仙宫吗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。 算了，不让我补，我不补了还不行吗？这我咔嚓一上去，给我右边蹦出来个小鹿，我不死了吗？算了，不让补，我不补了。咱也不是舍不得那一个车，无所谓了。 稳一点，回推线，吃完拉倒。 开玩笑。
前路都没打出来，咋能打得过我？死刑出不出呢？不出了吧，来个绿豆糕。出死刑没有直接出分离者厉害，他们家也没啥回血，算了，第二家再出吧。中闪，这螳螂是来混经验的，我一看呢，他也不是白帮我抓，他这不是来混的吗？他是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那你要是帮我把他打死了，那还是可以。再推呀，再推再推。撕个塔皮吧，那。吃爽了吧？把蓝拿了。有妖气。拿的小龙，现在我们打他就是随便打了，等个大随便杀。赶紧推啊！推过去帮忙。他小鹿一个野，他控线儿啊，他控线把蟹打了，这样上半段就没人能抓得了我们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把他击杀。
把他杀了，漂亮！我要我吃馅儿，麻剑锋，我吃馅儿。我这上路这馅儿他不让我吃，我操了，这丢多少兵？吃个一塔走，不贪了，贪不了，回家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。这人也太多了，他妈一百个人。小龙，巨鲸才是重中之重。先杀得力。跟杀个小鹿没啥用啊。还行，那边吧。哎，如果能再扎死一个，我说实话啊，还是可以的。来个某。这波就体现出来这猴的英雄大招吸地时间太长的这个缺点，你知道吧，这大招吸地时间太长了，你打团他没有大。白龙这波不给，算了，你们卖我吧，不要了。这打的啥呀？
太阴间，他们也不集合呀，关键。人家集合打小龙，我们家人总是收线儿，你说。根本也不想好好玩啊。秒了能吗？伤害伤害刚才 W 为什么没打着啊？去新北县，再来招安老四。
是不是该先出影魔刀啊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可以出影魔刀。拿着匕首拉倒吧，把红拿了。小鹿从右边一来，直接就自杀。Thank you.